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七篇，第三十五章：十大蜂王。罗峰听了，暗自点头。他能够理解这些被关押无尽纪元的强者们渴望进入虚拟宇宙的心态，就像自己虽然在宇宙中闯荡，可透过虚拟宇宙却能够和家人经常见面，一起团聚。虚拟宇宙100%的虚拟，让罗峰感觉跟真的一样。相信这些被关押的强者同样也有如此渴望。你有不记名账号感应器吗？苍将族生命忽然问道。罗峰一怔，你让我进入虚拟宇宙，你让我和外界接触接触，我愿为你做任何事。苍将族声明连道。我没有。罗峰摇头。苍将族生命那透明的脸上满是失望绝望。罗峰却没有一丝心软，因为他清楚自己绝对不能暴露自己有不记名账号感应器这讯息，一旦传出去，那么自己将成为整个冰域的公敌，冰域中的那些强者会联手来对付自己，罗峰自然不会愚蠢到这地步。我再问你，罗峰看着眼前高大的苍将族生命，你们都相信只要凑足10000块号牌就能出去？信，当然信。苍将族生命气息都强烈不少。青豆寇尊者在遥远的过去公开说过，他还不至于在我们面前耍心机，更何况我们除了信也没办法。罗峰皱眉，无尽纪元来冰域中是怎么样情况？现在还有多少强者活着？他们实力又如何？杀戮、暗算、勾心斗角，为了那一丝希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苍将族生命发出刺耳的笑声，人类冰域中的强者可比外界的强者心狠手辣疯狂多了，有些甚至愿同归于尽。罗峰回忆起之前那位自爆的卡图族强者，那位卡图族强者的确是想要和罗峰厮杀，甚至于要和罗峰同归于尽，只可惜碰都碰不到罗峰，最终自爆，也根本懒得理会罗峰是站在一旁是否危险。至于实力，在极限逼迫下，强者还是能爆发出更强的潜力的。苍将族声明道，无尽纪元到如今活下来的强者还有860位左右。860位左右，罗峰暗叹，看来11000多异族不朽陨落了，个个被逼到极限，像一些血统强大的就占优势。860名左右的强者中，蜂王巅峰、蜂王高等都算是垫底，其中蜂王高等只能潜藏在各处，根本不敢厮杀，个个极为善于逃命。至于蜂王巅峰倒是敢出来厮杀，这些都是垫底的，大概有800个。蜂王极限强者大概有50个，还有10个接近蜂王无敌的，以及完全称得上蜂王无敌的五大巨头。苍将族生命说道，
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苍将族生命那巨大的透明手臂一挥，凭空一巨大的冰块从高空降落，砸落在雪地上。罗峰一看，那冰块高约10米，上面用妖族文字密密麻麻写着一个个名字和简单介绍。这是排名，冰域中的强者排名。苍将族生命唏嘘道，在冰域中实在太寂寞太枯燥，修炼都无法安心修炼，随时可能遭到偷袭。这般漫长的岁月中，冰域排名算是其中一件让我等比较有兴趣的事了。这是冰域中五大巨头之一的天狼根据所有强者实力做出的一个大概排名，从第一到第863，实力从高到低。罗峰皱眉，实力怎么可能分得这么细？实力相当，战斗时候谁胜谁负很难说的。我等当然明白，这是天狼所编撰的排名，还是很有公信力，也是透过冰域中的一场场战斗依据最终编撰出。苍将族生命感慨，冰域中没有出去的希望，能够在排名上冲上前100或者冲上前50也算是一种进步。呵呵，你说可笑不可笑？我们在这寂寞孤独中看中这一排名了。苍将族生命笑声传出，那巨大的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罗峰看着那巨大冰块上一个个排名，你能击败我，可冰域中那些可怕强者真的很强，不管是五大巨头10大蜂王，个个不好惹。苍将族生命说道，而且你作为新来者肯定会遭到一次次偷袭，经历一场场厮杀，除非你能击败蜂王极限证明实力，否则这战斗日子算是没尽头了。罗峰点头，你走吧。罗峰道，你放我走？苍将族生命忍不住问道，再不走我可改变想法了。罗峰看着他，人类，我劝你在冰域中别有善心，否则结局会很悲惨的。苍将族的声音在半空中回荡，同时已然直接瞬移溜走。罗峰已经将空间封锁撤销。罗峰看了眼雪地上的冰块，目光一扫，便将冰块上那雕刻着的详细讯息全部记下，随即翻手便将冰块收入世界戒指。至于那位苍将族生命走的时候所给的劝告，罗峰根本没理会。强者的做事风格是不会因为其他生命的一句劝说就会改变的。卡图族生命排名第732位，苍将族生命排名第611位，噬魂兽排名102。罗峰慢慢念叨，自己击败的卡图族苍将族的确是垫底的，噬魂兽倒是因为天赋秘法而排名较高。透过那冰块上的讯息，罗峰对整个冰域有了清醒的认识。冰域的中央是冰海，以冰海为中心，将整个冰域
划分为五块区域，滨海、东方冰域、西方冰域、北方冰域、南方冰域，那五大巨头也都有意识的分别盘踞在五大区域，绝对不轻易交手。五大巨头其中三个是特殊生命，一个雌暗族，一个是妖族皇族天狼。罗夫默默道，金角巨兽的起点就比人类高十倍，同是蜂王巅峰，人类神体是十万倍借助之力，金角巨兽却是一百万倍借助之力。而特殊生命，最弱的特殊生命都媲美金角巨兽，更何况这三个特殊生命最弱的都是人类的60倍，最强的一个更是达到人类的200倍。不谈别的阵符秘法，单单那三个特殊生命成为蜂王巅峰，最强的那位神体基础就是2000万倍借主之力，何等逆天。此暗族是宇宙中稀有的族群，媲美摩沙族般稀少，天生也是人类10倍。妖族皇族天狼反而基础是最薄弱的一个，天生是人类的6倍。总之这五大巨头个个起点就高，加上无尽岁月的压榨折磨，个个拥有逆天可怕的实力。冰域中一共有三个活下来的特殊生命，这三个都成了巨头。罗峰暗叹，特殊生命果然很逆天呐。人类基础薄弱，想要达到蜂王无敌般存在，要难得多。罗峰愈加感觉到人类族群在宇宙中的一些弱点。人类论身体天赋，其实在宇宙中是很平庸的，可看似平庸的人类族群却诞生了好些位震动宇宙的超级存在。罗峰在滨海海边的雪地地底建造了一处地底居所，暂时在这进修。按照这排名上简单介绍，这五大巨头都能媲美我的老师真眼王。罗峰暗道，我现在根本没能耐夺10000块号牌，也好，这就当做我的一场魔力修炼，将他们一个个击败，然后走出冰域。至于青兜扣尊者是真放人还是假放人，和我无关。他若是敢玩手段，我便请混沌老师出马，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罗峰闭上眼，不再多想。在冰域其他强者都渴望想要出去时，罗峰反而将自己当作磨砺自己的一个修炼场。雪地，一名身高约3米、通体火红色、身上有着一根根狰狞骨刺、脸上也戴着猩红面具的强者正大步前进。在他周围上万公里区域，强大的法则领域弥漫开来，成为无尽火海。但凡他过处，雪地焚烧成湖泊，湖泊都沸腾起来。可当他走过那些沸腾的湖泊，在整个冰域影响下迅速凝结，转而化为雪地，仿佛没变化似的。脚印，陌生的脚印，全身满是骨刺的强者声音在胸腔内都有着回音。冰域来了陌生者，好张狂的家伙，竟然敢留下脚印而不抹去，是自信？哈哈哈哈哈哈哈！他大步而走，所过处
雪地化为沸腾的湖泊，上万公里的法则领域尽皆在他探测范围内。终于他接近了滨海海边，呼隆，从沸腾湖泊的边缘，一道银色身影忽然冲天而起，随即银色双翼展开，在半空中悬浮，俯瞰下方。全身满是骨刺，戴着猩红面具的野蛮强者抬头看着罗峰，咧嘴一笑，一只巨大的独眼泛着让人心寒的疯狂。人类，白骨王，十大蜂王之一，排名第十一。罗峰俯瞰着下方来者，心中掠过这一讯息：五大巨头，十大蜂王，代表着整个冰域最强大的15位强者。而那五大巨头轻易不出现的情况下，十大蜂王就是几乎横着走的。人类，人类！一声声低吼，疯狂气息越加浓郁。白骨王，罗峰在高空也是声音传下，战意杀意弥漫开来。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17篇，第36章，绝学。冰域中无尽岁月的厮杀，令底层如苍将族生命、卡图族生命看不到希望，甚至有求死念头。可是像噬魂兽就不大可能求死了。至于纵横冰域，嚣张疯狂的十大蜂王，那个个是充满野心，他们的实力或许比五大巨头差些，可还是有希望追上，自然也有出去的一丝希望。战斗，他们疯狂的战斗，吸纳经验，提升自己。人类，遇到我竟然不逃，很好。白骨王煞气弥漫，盯着罗峰。十大蜂王威名远播，冰域中其他强者遇到你的确是早早就会逃跑，可至于我，如果你不击败我，我怎么可能就逃呢？罗峰悬浮半空，呵呵，等你击败我，我自然会逃得飞快。到时候你就没机会逃了。白骨王声音低沉，在其胸腔内回荡。话音刚落，周围空间瞬间凝固了，已然空间封锁，双方都无法瞬移溜走。砰！白骨王瞬间消失在原地，速度快的化作一道模糊的流光，直接杀到半空中罗峰的面前。哗！罗峰双翼一震，便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曲折轨迹，同时左手掌心悬浮出8颗黑球，随手一扔，8颗黑球上印刻着的法则秘文顿时被催动，无数金色丝线窜连，一时间天地间出现了一头散发着无尽霸气的兽神。白骨王的一爪撕了个空，随即转身看着远处的罗峰以及兽神，低沉笑道：好快的速度，竟然是掌控者，很好。好！兽神咆哮着破空飞来。白骨王猖狂笑着，直接迎着兽神冲撞过去。砰！一道璀璨模糊的边影和白骨王的一爪瞬间硬碰硬撞击，产生的强大冲击力
瞬间撕裂周围的雪地，冰海海灭。只见白骨王在反震力道下也不由倒飞开去，兽神也是一顿，同时整个身影一顿模糊，紧跟着又再度凝视。周围的雪地迅速恢复，白骨王站在远处雪地上，抬头看着罗峰：“人类，我现在承认，你配看到我的真正战斗形态。”声音犹如雷声，在天地间滚滚传递。同时，白骨王全身顿时爆发出可怕的气息。他全身狰狞的一根根骨刺不断的收缩回体内，同时整个身体也逐渐拔高，并且身体颜色也在变化，从之前的火红色慢慢的朝白色转移。当蜕变停止的那一刻，白骨王通体变得犹如白金般银白，体表有着一层层扭曲的骨头形成的甲铠，强大气息弥漫着。白骨王，这就是你的战斗形态，很好。远处天空中的罗峰双眸凝厉的吓人，解咒，意志迸发的极限，强大的意志引领着意识，控制着念力。只见半空中的兽神都变得更加清晰些，随着咆哮着直接杀向下方的白骨王。白骨王却是自信的站在原地，当兽神的尾巴闪电般出来时，白骨王这才突兀的挥动右爪，唰，右爪令空间被撕扯扭曲，可兽神尾巴却是收回这一抽劈，紧跟着又是猛地一抽打。狡猾的家伙，白骨王咆哮着竟然猛地前冲，双爪瞬间就化作了幻影。他的一双利爪上的爪套乃是他白骨王身上唯一一件重宝。如果说冰域中强者和外界强者比的区别，首先就是同等实力的重宝数量要少得多。像白骨王若是在外界一般都有几件重宝，可在冰域仅仅只有一件。可因为冰域中的生死挣扎，无尽的压力，令白骨王疯狂研究这一重宝爪套，早就将爪套威力发挥到极高地步。虽仅仅这一件重宝可发挥威力程度丝毫不亚于外界玄木王等强者拥有数件重宝。砰砰砰砰砰砰，白骨王直接迎向兽神，同时他的双爪化为无数幻影，快得离谱，一次次撕裂攻击。砰，兽神尾巴终于被抓裂，直接崩溃开，八颗黑球都被那一爪给弄得直接崩飞开。好霸道啊！高空中的罗峰看到那白骨王战斗形态下横冲直撞，凭借疯狂的利爪竟然正面轰溃兽神，不由震惊。这白骨王的战力就算和黑踢王比也绝对是相差无几，甚至这股疯魔战斗姿态更加可怕。白骨王轰溃兽神的同时直接冲向罗峰：“人类，受死！”哗，罗峰双翼一震，半空中再度出现了曲折的轨迹，罗峰便已经远远逃远了。白骨王，你实力强大，佩服佩服，我现在不是你的敌手，就先走了，等下次你我再战。声音回荡在半空，罗峰却逃远了。
半空中白骨王停下，看着罗峰快的变态的速度，不由愤怒的咆哮，咆哮声令天地震颤，随即才停下了咆哮，遥看罗峰远去的身影。这人类好厉害的瞬间迸发速度，就算是那五大巨头也没谁逃命这么快，看来我冰域中又多出一位超级强者了。白骨王虽然和罗峰短暂一战，却瞬间判定出了罗峰的战力比一般的蜂王强些，可是瞬间移动速度却堪称冰域第一。如此人类威胁实在不亚于他们十大蜂王。哈哈哈哈哈哈，有意思了，冰域中更加有意思了。白骨王不怒反喜，漫长的冰域生涯，他不喜欢枯燥无味的冰域，偶尔冰域中出现特殊强者，这样的冰域才有意思。罗峰逃出空间封锁范围后，钻入雪地深处，随即极红王出现，直接施展瞬移，带着罗峰到了东方冰域的一处雪地深处。在雪地深处轻而易举便建造了一座地底居所。我还是小瞧了冰域强者啊。罗峰坐在椅子上端着美酒，边喝边回忆着这一战。我以为冰域中这些强者被关押时，大多实力并非太强，他们中很多都是经历无尽岁月慢慢成长起来的，我认为他们没有厉害的重宝，就算有估计也就是最强的那几位有个一两件。可我错了，一件重宝若是发挥好，不比拥有十件重宝差。罗峰暗道，强者用来战斗的重宝，就算有个十件八件，可战斗时要全力以赴，自然只能全力使用一件攻击重宝。而且冰域强者和外界不同，冰域中压力更大，压榨得更疯狂，他们一直在拼命地提高自己，假使得到一件重宝，肯定是要将重宝研究透了，将重宝威力发挥到他们所能发挥的极致。罗峰暗道，外界强者虽说得到重宝后也会研究，可没这种压力，哪会如此疯狂的研究啊。白骨王论神体基础，我感觉他也就普通蜂王极限的水准，可他有重宝，并且他的那套抓法无比的适合重宝，发挥的精妙到极致，抓法身法配合完美，几乎完美无缺。罗峰相信这应该是白骨王自创的绝学，因为学习其他强者的绝学是很难达到这般完美无缺的地步的。罗峰思索了许久，默默点头。冰域强者更加重视自身，能发挥重宝的威力。外界强者宝物更多，手段更多。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我错了。自从我悟出明月册第一式后，离开混沌城以来，我并没有着急研究绝学。罗峰暗叹，可今天看白骨王才明白自身实力的重要，而且一套绝学也得配合攻击重宝，我的至宝星辰图威力强大，我应该尽快的创出配合星辰图的绝学。凝月册的刀法，美式无语翼战斗之法，毕竟
罗峰最强战力精角巨兽走的是近身战斗流派，而且拥有事无羽翼也不能浪费，所以明月策的创造不能松懈。可罗峰还需要另外一套绝学，一套精神念师掌控者的战斗绝学。开始吧。众宝至宝，基因镇缚秘法绝学，有外在有内在。罗峰默默道，外在的我已经够强，暂时无法提升，在冰域中我就强化内在，强化自身发挥实力的能力吧。有一套配合星辰图的绝学，星辰图才能发挥更逆天的战力。星辰步道图是罗峰手中最适合战斗的至宝。塔珠、星辰图、事无羽翼，虽说都是至宝，都是勉强跨入至宝的门槛，可三者走向不一样。事无羽翼更重逃跑，塔珠更重坐镇灵魂，星辰步道图更重攻击。一件主要用来逃跑的事无羽翼，罗峰用来战斗威力振幅当然不大，可本来就是用来攻击的星辰图，那威力就强悍了，发挥的好更是可怕。毕竟就算宇宙中的蜂王无敌们，又有几个有攻击性的至宝？罗峰在这雪地深处开始了静修，意识连接虚拟宇宙，在虚拟宇宙中一次次实验自己的战斗秘法。他也没有必要模拟出星辰图，只需要一次次创造念力兵器，控制秘法，弄一件类似念力兵器即可。仅重视念力兵器了，混沌城主在提供一个个对手给罗峰战斗时也暗自疑惑。之前罗峰是用战刀，现在转而用念力兵器。可混沌城主没急着批评罗峰，因为他清楚不让罗峰跌跟头吃亏，那么说教是没有多大用途的。可混沌城主也并不知道，罗峰地球人本尊的确最适合的是精神念师这一流派，等将来成为不朽神灵时更加是如此。